哦，他的手指真的很厉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，今天又是来到大家最喜欢的题材——越南辣妹洗头。啊，最近上班真的是很累。身为老师级的强尼呢，今天又来到了 VIP Barber Shop 来当老师啦。那这一间呢，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哦，里面真的很多女客人呢。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去放松一下吧 ，Let's go。不免俗的呢，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它的套装哦。好，英文在这儿。中文在这，可爱的柜台小姐姐在这里。这是今天服务我的小姐姐，你好。哇哦，很漂亮。每次我来一次，老板就换一个新的小姐姐给我，哎，心花怒放，真的是。跟大家说，这位新的小姐姐呢，她超级腼腆的，因为她说她是第一次上镜头。OK。哎，他们这一次加了这个小橘子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好痒哦。在越南工作生活的大家呢，应该都很喜欢来按摩吧，因为呢 CP 值很高。那这一间呢，说不出话来。这个小姐姐呢，她的手指功夫呢非常的灵活，推荐给大家。而且她也很活泼，等一下再帮大家问她个人信息。往下摸这样好吗？第一次摸这么深入，有点害羞。什么？
等下就来帮大家问问看这个技术型小姐姐的个人信息，而且她很腼腆哦。其实她跟我说她超害羞的。哦，and 哪只 ？new new， 哦，包 new 队，还买队？假，太年轻了啦 ！Oh my god， 22岁耶！嗯 ，M 二啦 ，M 顶音，顶音 ，M 狗板在遮，遮带烧，嗯，俩吧。M 俩带上空狗板砖，你看他很腼腆呢。那呢，他是属于那种手指型技术流的那个小姐姐，真的，他手指活很厉害哦。他刚刚我很少从那个按摩头的时候就有感觉，但是他从那里的时候呢，就让我觉得很舒服。哦，他的手指真的很厉害。测试他洗头的时候到了能力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能力如何。M 包六G，问女生这问题很不礼貌吧？但是哎，我没啥 ，OK OK。M 高包妞，男胆158哦 ，OK 啊，这高这高，这个头皮抓得很厉害哦，哦，好舒服哦，有爽。M 必顶华空 ，M 必顶华空，顶安，顶别。
那这就是今天在 VIP Barber Shop 的体验。那今天是新的小姐姐 ，Hello。这位小姐姐呢，经过强尼老师的评分之后呢，我觉得她的手指活非常的棒，就是说从脸部按摩啊，那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很舒服啊，然后到后面那个洗头发，我觉得真的都不错哎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享受那个手指上的喜悦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找她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一下，拜拜。